感谢，啊嘛欢喜，啊从过去咱听，啊伊安尼，即几样代啊不断吼，啊是感心安尼吼，逐礼拜啊用即个所在来帮咱录影。啊，台北教会呢是八月七日，就是要来八月吼，啊迄一日啊，第二十五届第三次会议。啊，来有一个案，吼，迄个案就是咱个教会新计东会啦，吼，咱个教会啊个啊新计东会，或是讲咧转过来啦，吼，吼，啊，其实咱个教会啊，也是需要啊新计东会啊未来呢，咱个宣道个时间啊继续来努力吼，所以请下即大家关心，吼，关心即个时间，啊，已经经过中央会。中央会的同意啦吼，啊，同意来通过中央会请这个议员来接纳了后，咱正式正式同意吼。啊，咱连续呢两礼拜又安有做个意见，以这礼拜的拜五结束。啊，这里的训练呢有24位吼，有24位，包括有关传播，啊，有关社会因素。好多吼，伊国外来个朋友，啊，二十四年嘞，啊，因阿个阿个训练了后，拢全部成功。啊，即中间嘞，即中间大概训练两礼拜了后，八月初七，哦，第三场就接过来吼，啊，所以第三场嘞吼，啊，那么即个代志，即个时间啊，继续来关心台北，啊，伊八月23日。就是要来拜诶，八月三日拜啦，上午10点到10点20分诶，到社委员会，去伫这人到会举办一场一个专业性诶座谈会，啊，这个主讲者是德国在台头会大使，哦，啊，平时先生，啊，舞台诶人有林永松，这是咱德国教会吼，哦，一个律师，甲姚义明教授，啊，这个呢，啊，无书记来咱同事，嗯。去听吼，这是真重要吼，真重要的一个引导。啊，教学单位最近足无用吼，非常无用。啊，包括呢，现在就本地少是教学单位，啊，包括呢，台东吼，台东的救灾，啊，台东的救灾到这礼拜都是大量吼，咱这段时间呢有做一个，这个教会义工在专业义工拢去担保，啊，而且来开始修理遐个迄落。啊，受灾保护，啊，大家拢已经完成第一阶段，第一阶段已经完成，就是讲，出关也派去吼，咱后尾啊，到会的整体来，啊，已经拢处理个差不多啦吼，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吼，啊，后礼拜日呢，后礼拜是咱的总会，啊，到时候委员会员召集的会议，啊，就是啊，以刚才的这个林冠华，哦，就是课纲的先会啊，以。浙江啊，和伊个代表去谈判啊，结果无成功，啊，代表啊，吼收不上吼，啊，对伊个收入搞到有几多块钱，不上吼，啊，来关心，啊，伊个妈妈是几多个，我们妈妈是几多个，所以呢，啊，派伊个啊，我们就会来，专门会来调配一个，就是啊，一千名的秘书吼，跟一百个诶秘书，啊，有一些来指导。对，有咱什么态度吼？啊，因为消防工作侪啦吼，咱去真侪啊，声音真侪吼。啊，对啊，我讲我这个代志，因为教会到时候我们咱做一个平台，就是大家拢来，你主办的单位大家就拿出来，吼，卖讲大家我收客啊收落。啊，因为教会就是咧亲热的团餐，因为到时做一个平台，啊，我大家就收你把这个来办个好事，哦，所以大家就是大家祈祷。另外就是在背后是一面。啊，蔡英文总统啊，咧讲台湾的原住民啊，来做实际来做片吼，啊，这是一个原住民的专业性质，啊，这个代志啊，咱嘛一直咧关，一直咧关心，啊，伫选举当中，选举中间呢，啊，我政府就是做了真重要的资料，啊，这个资料啊，就是呢，加拿大政府对原住民，加拿大原住民的做片。啊，包括伊啊有关系啊，有关注伊土地有一寡问题。啊，即个啊，我们透过啊有人接到蔡英文总统，伊人村里面啊，就选到哦，伫选举的中间
啊，哦，他对人比较上帝好，就是讲这真重要一个物件。对于未来台湾的原住民的这个转型正义，啊，这个咱希望政府还有做进一步的主张。所以选民到选了后，又答应去向伊八月初去向原住民的这个啊来投票来投西内吼，对于原住民这个所在，因为台湾的移民来的数的变化，意思呢？关注民生情情些的救活啊，所以专门进行这块啊，这块要做，啊，总是要安那做哦。这方面内容真宽真济，啊，特别呢，即马啊，这个泛蓝就是讲国民党啊，加这个高技术们吼，因、哦、就是一直甲你话关注民，哎、啊，咱啥关注民过去吼、哦，过去拢哦国民党建议是来绑架哦，啊，所以拢真听话吼。哦啊，所以最近啊，咱台湾有要办三场的这个演艺会，就是讲啊，有召集啊一寡关于这部分较了解的专家学者，啊，律师有来参加吼，来了解讲这个原住民的专门正义啊，牵涉到的代志要安怎做。啊，至于最近呢，你讲的南海吼，南海这个代志，我来甲咱啊，乡亲们做一个补充吼，多谢去。但是我也有讲过，有当有讲过吼。南海呢，其实过去就是啊，中华民国的伊在画一个叫做十一段线。这个十一段线呢，拢是拄拄伫中国的边啊。所以呢，过去国民党啊在执政的伫中国大陆时，讲十一段线这个南海呢，这个海域吼，伊讲这是弯道啦吼。啊，都是后来国民党呢，退来到台湾了后。这个十一段内底有两段，边啊都是越南，啊，所以中国有甲越南的关系的关系，所以伊会交线，这就是九段线啦。好在讲画就是弯刀的，吼，画弯刀的。啊，这个九段线后来对边，吼，这中共伫这个南海的这个区域内底，后来我叫做 U 型线，吼，就是一个 U 型 U 槽，吼，将做十八两的道。这十八条岛呢，其实过去拢无人岛，哦，无人管理。啊，南海是一个公海，公海意思就是讲，意思讲，这个和平，意思讲，当时和平来作业，来作业哦。啊，总是后来大家就讲，啊，讲对台湾的政府，国民党政府来讲，是讲十一段线拢是咱的啦，哦，甚至咱即摆啊，跟你讲吼，中国所有拢咱的啦。哦，啊，蒙古马兰的啦，哦，啊，这是真含啦吼，真含吼，其实哦，都是讲你讲伊的就你的嘛吼，啊，伫中国这款的国家，伊嘛是讲，伊讲啦，伊讲，迄个土地，迄个海主国就是中国的啦，哦，啊，若安尼讲起来是哦，啊，台湾的土地全部拢是原住民，因为主国是原住民的啊，哦，这袂通啦，这国际吼，国际有国际的规矩啦。人菲律宾吼，其实伫遮岛的中间，中国伊就一直要创啊，即个吼，啊，就无计无义啦吼，要起一个物件，反正就是我食的啦。哦，即个囡仔办团结会个同款啦，就是我食的都我的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祖国即个领域就是中国的，所以即九段线内底拢种我的。即摆嘞，还要仲裁出来啦，讲不是啦。不是啦，迄不是足够得意的啦吼。即、這个判决伫台湾我就是好歹。即、這个中间台湾台中立一个太平岛啦，但是一个岛尔。台湾无法度去讲啊，伊讲我延续中华民国过去，即、這个就是我的，他咪讲咱无迄个实力。第二，人无承认你是一个国家啦，所以伫即个对话中间，台湾拢无受到啥去仲裁哦，拢无啦，就是。伊只中国甲菲律宾啦，啊，即摆仲裁中国输啊，啊输吼，即摆伫中国就是一个声音嘛，还是讲嘛，啊，若想伊落就是战争嘛，发动战争嘛，哦，啊，但是中国内部有一款声音，伊讲这战不可啦，这你家己入游徛袂了啦，你土地袂使讲祖国就是我的吼，即吼世界足足清楚的。所以看菲律宾吼，人即有伊个仲裁的一个根据啦。伊讲人菲律宾真早人用心计较，开始一步一步
透过法律国际法去争取，但是中国干呐看呐，干呐讲自古以来是我的，啊你的，我的是我的啊啦吼，用傲慢的手段啦，搁较含的讲中国人干呐，讲啊这哦，这拢美国人咧底下在做，这个这个，伊来做秀啦，所以呢，专爱抵制美国的产品啦，哦，抵制麦当劳啦，抵制肯德基，啊咱无中计。哦，咱无中地，这拢是中国一边的网友去讲的物件啦。哦，这物件其实拢无影无伫遮，哦，拢因家己咧传的吼。啊，所以咱的真细伊，所以呢，即摆内面啊，包括屏东吼，屏东的渔民十来渔船，讲咩啊，讲要去太平岛吼，伊要护渔权啦。其实，这个判决对台湾是真有利啦。啊，哪讲有利？十八个岛，咱来是怎样？咱的渔船，那太平岛200海里吼，伊即个是讲，讲即个岛若是你的，你200海里内底拢会使去掠的，这是你的权利啦，吼，你的权利。但是啊呐，但是这金龙十八台湾的渔船开无多远，就碰到菲律宾的海域啦，所以台湾渔船掠去菲律宾，吼，掠去，掠去就是因啊，你都开无几海里，就碰到菲律宾的土地的领域海域啦，吼。所以吼，即、哦、对台湾是足不利的啦。所以即摆有两派啦，一派讲台湾要利用即个时阵呢，咱就是讲到太平岛，咱嘛唔免干争啦。啊，有仲裁的结果，以后台湾的渔船即计是公海，就无200里的问题，咱要坚持200里。以后公海就是咱的渔船来处理，来即一个先决条件，台湾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啊，无人无人去信，无人信。即算即是咱的环境，咱来去。哦，啊！你若干呐去坐太平岛，坐到尾啊，吼，你身体拢病啊，因为无人甲你承认。迄是过去中国国民党伊伫遐讲吼，若要坐太平岛，不如干脆讲较大个，讲啊，即、這个海域拢中原的，然后吼，啊，就陪国民党较早讲个安尼吼，但是未通啦。即、這个都解决，吼、哦，即边的仲裁都解决。中国共产党甲国民党过去讲即个海域是伊个的争论，拢毋是恁个。即、這个海域，吼、哦，即马解冻。公海为菲律宾做菲律宾哦，所以呢，这后壁搁真济，但是通个咱来思考啦吼。啊，无因为这是国际法哦，坦白讲咱较无了解啦，啊，不容易在过程个中间，所以上趣味就是拄仔讲，发现就伫这时夏指导是提出10条，讲出来无你爱做，人家问讲阿妈，你做八年是创啥？你八年你拢唔讲，你到即摆人你落台啊，你才开始讲这个代志。啊！你事实在后壁，你都叫做啥？叫做讲啥物事后荒谬嘛吼？你看足够，你八年你敢唔去食嘛？哦，迄其实是叫做国际联系哦，这是一个国际联系，不是咱老百姓所以吼。啊，我叔叔即个，伊有那甲咱报告即个吼啊，所以7月28日呢啊，总会搁一个啊，议员就是叫做。宗教改革火化期嘛，伊个弟弟都伊啊，无出来参加吼，所以啊，7月大家咧放暑假吼，我无出天都煞无闲咯。哦，啊，无感谢主啦吼，我有尽量行身体，啊，会通来继续来服侍咱个教会，服侍咱上帝教会，实在上讲啊，即阵无出去，另外因为去年无出去就得吼就伊吼，必须甲我照顾吼。咱讲这个老人吼，都过好吼，起码不比较早吼，他在前用吼，起码嘛是还需要照顾吼，所以啊，提醒个行业是伊啊，吼，啊，伊感觉做官啦吼，啊，真感谢吼，真感谢兄弟。好，咱啊，上礼拜后面咱个看吼，啊，咱后礼拜的时间啊，讲到是牧师啊，苏辉参加了之后，后面就已经。啊，目睭拢 OK 啊，吼、哦！咱去倒来参与咱的思维，咱就上帝。啊，你把圣经唱二声呀，吼，唱二声呀。啊，这个教派二声呀，甲以及这奉献神的会是比较侪，咱今日准备啊，这礼拜唱美术节吼，下礼拜是安美会节吼，啊，跟啊这个互相跟着大家。啊，再去牧师去一瞬间教会讲道吼，啊，以这个开拓教会教我讲台。啊，讲到了后，啊，你顺便到买过来的兄弟吼，啊，随我开讲吼，你对咱的教会真注意啊吼。如果有再去讲，多介绍给咱的教会吼，
啊，像树林吼，你讲老师就过来咱到位参观吼，我欢迎您来，然后来帮指导吼，来帮指导，啊，好，好，我想啊，咱今个人透过咱的教会的这个所在来上水，也真水的见证，啊，上帝的国度，上帝啊，伊福音，有人啊，伫这个所在来，和台湾的社会啊了解，啊，有一款的教会啊，就是各个国家弟兄。上帝，咱要来用咱向前行的上帝的灯，以及啊，咱向后走出来突破。对，作为大家，大家，我们来面对。